录完才发现最近飘带款是不是录的太多了，下次不录了。今天这一款食指和小拇指乳白色打底一遍，然后涂上水凝封层，照灯擦上粉色的极光粉，刷加固胶包住粉，照干再刷擦洗封层，擦去浮胶。食指的锆石钻用饰品胶搭配固化剂来粘，超级结实，粘好还是要包边的哦。小拇指的平底钻用台湾胶水粘，很快就能固定，粘好用针管胶来溜一下缝隙。中指冰灰紫7号刷两遍，再刷水凝封层，照灯30秒蹭极光粉，刷加固把粉包住，照干擦浮胶，再往中间粘上大贝壳，用大力胶给贝壳勾立体边，照灯30秒，擦上金色魔镜粉，先把粉包住，再封层。无名指底色冰灰紫7号刷一遍，用白色画出飘带，然后刷磨砂封层，用纹理胶勾出飘带纹理，照灯30秒。纹理胶是免洗的，可以直接擦魔镜粉，也不用全部都蹭上粉，局部擦一点就可以。蹭完粉还是先用加固来包一下，再把大大小小的珍珠摆放好固化，最后用免洗针管胶把飘带和珍珠全部都包边就完成了。这个视频有点长哦，让我看一看谁都认真看完啦。